他短板很明显。双城之战第二个，我感觉双城之战都挺好的。到这边。大魔王阿星，要说真的，那还是得是魏婴。对啊，我感觉双城战。这盖伦补三个，我补一个，看来我不该 Q 他。战争的局面，你是吗？是。那我给你加一点。我们可以丢，或者我请你吃都行。哎，后悔了，说那句话。干嘛？怎么就不懂人情世故呢？你个没事没事，这有什么好那个？反正没事，我请了。昨天还给你买衣服，我也不会那个是。好。瓦嘎达瓦嘎达，咬牙切齿。我好像曲线很快，和女警一样，前强中期笨，后期打团很猛。他打团猛是因为还要 W。我操，这阿斯要被干嘛了？嗯，玉珠子，太短。嗯。靠。这Q连Q不下来就死了。开个不死吧！卡卡的，我操吧！还是很卡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卡。那怎么那么卡呢？我操！我真服了，他技能飞都就被卡顿了。哎，玩的好恶心！他走位他都会卡。对他几十，你看卡了。被征服的国家会忠诚。刚才跟 Q 叉打上一下，哎呦，直接位移了，说是。Crazy。全都是不自量力。好傻逼呀、啊！这国服。区的问题吗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哪个区？德玛西亚。哦，网通是吗？嗯。上海打就不用开加速器。他们带着军队来的时候，刷新率的问题吗？不知道，他最近有的时候打这个会卡。刚才我这看也卡。带的是刷新率吗？锁针，眨眼补针，我靠，这眨眼也能补，原谅我。不是，他就是网通的问题。电信打网通，对。嗯，掉包的问题。你可以接受温暗吗？我不知道。最好不要。
鼠标是没用，它是网络的问题。可避鼠辈，空有口舌。给德玛送了600。跑这么快，400多的意思。既然你非要送我，这么大招，大这么远都能大到我吗？哎呦，太恶心！好无脑的，还行。盖伦真的实在的英雄，没有他这个大招，他有点远的，这个施法巨快，他比的那手断头台都远。这沙梅拉一个人在下路单挑这么稳，哇，好准！这人去哪了？
这盖伦在干嘛？这也是一种投降的方式。我操，他在干嘛？我有点害怕。主播什么鼠标一直锁盖的？我你听我解释。你说锁那就锁了。帝国。操，死的好惨。相比我。鼠标里有气灵，厉害！没打到他，个人在哪？被躲在草里。战争的结局。来喽！这个一出就不一样了，上路还在发育，打了九个头，十个，这把 EO 下路零杠一杠十了，已经，这把就靠我跟打野，不过没事，他的英雄比较狗脑，我等一下出等就给他当工具人就行。他在干嘛？我还是跟你说你上方滑板鞋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也没桀骜不驯。这也桀骜不驯吗？不是，上方滑板鞋哪里看出来桀骜不驯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感觉上方我都很正常。上把的滑板鞋大优势，好的。去哪里找情绪这么稳定的 ADC？ 确实内幕了。旁边是少林寺，是我女朋友。是我的。我感觉生被刀杀死，不必须。盖伦这英雄真够流氓的，我操！来都来了。人心丑，看什么都是丑的，这种弹幕你也发得出来。我操，你傻逼啊，发这种弹幕。没办法，是有这种人的。我也很正常，毕竟有些人他管不住自己，生出来的后代他自己不养，也很正常。整个世界都不承认黑暗。没事，好棒。死亡的预言就是死亡。
你们不用去搭理他，很正常的，有这样子的人就很正常。他这种人对于他的降生就是一种意外，懂吗？他可能生出来，他父母也不是很想把他叫好，知道吗？所以就跑来我们这里。没事。好夸张的伤害。Shut down。全都是不自量力。面具不合吗？不用，要的是他的被动。又没卡。吃了三个，你们在直播间就讲话就讲话，你要喷喷主播就算了，别去乱喷什么别人。没事，真的有点那个啥。没事。嗯，没事。不就算了。啊，那肯定没事，我放心你去。好的主意。还行，也算卡住了。好像没事。没打死。以前一直以为人不分我不分，那毕业了发现不是的。哎呀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挺想的那样呗。趁我的乌鸦还没来之前，开心，我把画面移开。还是有点卡，我就退了去。我想我要不要买护甲，打了三米了。三米了。对。我要不要买护甲打他呢？面具双面具，但我感觉买护甲打他好像没什么用。
我得双面具，我得把那第二个面具搞出来。不会犯困，刚刚打的是很精神啊，怎么会犯困？该怎么评价我呢？老鼠快死了，老鼠本身身板有点脆，然后盖伦一套加一个点燃，他那个大一开会容易死。所有道路。我们越快把他们解决掉，这个怎么死的？他在哪里死的？我刚才看到这个会在下面。沙弥拉是不是 EOO 了？有可能，还真有可能。就这沙弥拉战力正，他们上野跟辅助都是死的特别多，他们其实中路也不算特别优势。你这么说还真的是，沙弥拉有可能被 EOO 的。我们这些小代呢？火炮盖伦。但我们这边下路其实还好。加那一束嘛，然后加攻击距离，比他 Q 更容易打到人。怎么在抓这个？听到了。他们让你助攻的，这个碰到了。记。这 W 距离是真夸张的，对半个地方。那电信打网通的就是会卡。你点了什么？什么？有我外卖吗？哎呦，不过是乌鸦的玩具罢了。其实我挺怕沙弥拉的。点了这些。哦。点了一个香炉。香炉。飞过来了。我720的外星。小技巧，这个剩两秒的时候，我们泉水丢个 W， 复活人就会被抓，他就会减速，他就会走出来会有点慢。好卡。
拉出来了，从乌鸦拉加锤石拉，没看明白，好像是可以这样拉的。哎，收收收，还行，舒服了。除了剑魔就乌鸦，乌鸦还挺容易把这游戏拿下来。